这是228和平纪念公园。这是228纪念碑，啊，为什么在这纪念228呢？因为这有一间228纪念馆，这间纪念馆在日本时代，它是一个广播的放送电台。专名是台北放送协会演奏所。这个亲像的灯笼的，其实就是有名的放送头。讲起来真讽刺，日本天皇的御音放送宣布战败，是为这传出去，予全台湾的人知影。可能在228事件，真侪市民为着要反对着国民党的残暴，所以走来这个电台奉送着，希望所有的人拢起来罢工罢市。边啊有一个最适的所在，让你了解228事件到底是啥物。其他的就留予你家己判断啊，多谢收看。